望梅止渴。马上来揭晓我们今天第一位神秘的助阵嘉宾，他是谁呢？这一位他是唱跳 rap 全能偶像歌手，他出道的时候用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既拿到了年度的金曲奖，他是年度的创作人和年度的人气歌手，他曾经在我们天赐的声音舞台上获得过金曲，让我们掌声有请。好，拿过金曲，好像是哦，小鬼、啊、小鬼老朋友了。其实现在的小鬼，我觉得在他身上已经展现出了越来越全面的作为一个唱作人的本质，那些曾经把小鬼当作 idol 偶像的目光，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要更新一下。小鬼是一个很古灵精怪的人，很有想法，很有表现力，也很想成为一个更加全能的音乐人。我觉得他在朝着这个路上在一路狂奔。本期推荐金曲，胡彦斌和小鬼合作完成的《解脱》。反正不管小鬼跟谁合作，我觉得小鬼都能给这个舞台带来很大的变量，因为他本身的属性是非常大。哎，看来我有机会啊，这个。师傅好，我又回来了。你回来很不一样啊，这一次我开始玩 punk 了。对，尝试了一下朋克说唱啊，很帅气，很帅气。我们一年没见，我今天在舞台上我看到的是非常自信的小鬼。你进步飞快啊，可能你自己
慢慢在进步，你可能没有感知力啊。包括他对于音乐的表达是我很喜欢的。谢谢谢谢。我很遗憾啊，因为去年我没看着他和胡彦斌的合作，所以今天在现场听到小鬼演唱这样一首流行朋克风格的 rap， 我觉得很惊喜，真的很惊喜，因为他没有局限在自己的一个极其擅长的音乐曲风里边，而是不断的想要突破。那旋律也是你写的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真的很好，那个非常有记忆点。 OK， 谢谢。好，我们也想听一下丁老师，你看到小鬼今天的这个表演，你觉得适合哪一位老师搭档？我摸着良心说的话，我特别希望他跟胡彦斌合作，可能和胡彦斌会更搭一些。好，那我觉得小鬼出来了，我觉得我可以先要主动邀请一下了。哇，这么快？这你也太快了吧！我刚刚跟那个玉琪眼神对了一下，我感觉他好像也蛮喜欢小鬼的这个风格，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歌当中来的。所以就是已经邀约了一个，对，他们可以尽情邀约， okay, okay. 但你千万不要表态啊！ OK OK， 后面还有其他的机会。我感觉小鬼是个专一的人。小鬼啊，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重不一样的体验啊、哦，是跟不同的音乐人会创造出不同的音乐火花。是，彦斌的合作呢已经尝试过了，所以对于观众来讲的话，很期待你在跟其他的导师有合作啊、哦、啊，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跟乃万我们要唱的这首新歌啊、哦，在里面如果你加入你的部分的话，跟乃万的双说唱的话。真的会很酷的。我这一次跟潘虹选的这首歌呢，真的非常适合你再加进来，因为它会让这首歌有更多更多的颜色。我觉得你来绝对不会后悔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啦，我们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呢，你也可以教我 rap 一些部分，因为其实这个部分我也愿意尝试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给你很大很大的空间，你真的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。哇，好难呀、啊！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小鬼，你觉得金曲重要吗？我觉得，来这边跟每一位老师合作，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到东西。对，但金曲还是很重要，对吧？金曲，对，就是，那你上一次跟冰冰哥拿到一个金曲，哎，对，播放量好大的，对啊，Angela， 你不是要帮我找人吗？我觉得哲哥。你可能请错人了，现场。不不不不不，没有没有，但是真的就是小鬼，你还是要考虑一下，跟没有合作过的搭档一起合作，我觉得会是一个新的火花，也搞不好会有金曲哦。哎，又变了又变了。我其实真的蛮纠结的，其实都很想去尝试，但是说唱跟朋克。这两种风格它都是特别特别街头的这样的音乐。说到街头，胡彦斌老师之前跟单依纯合作一首歌的时候，你当时带了一个发带，那个发带在我看来就是特别特别街头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他们两个合作特别特别合适。我我必须非常非常真诚地说，我想邀请你，你跟我一起唱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绑上头带。哦，你知道这是下了多大的决心？你知道？好有诚意啊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小鬼，你不要选我了，不要选我。好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你今天不要选我，我跟你讲，你千万不要选我，你千万不要选我。这招太厉害，这招太狠了。给我点时间，给我点时间。因为最终的决定权在我们的小鬼自己手里面，所以小鬼，你作为助阵嘉宾，今天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胡彦斌老师。哦，恭喜胡彦斌！恭喜！说实话，解脱那首歌真的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，我回去都还会自己听那个音源，然后这一次想跟胡彦斌老师再多学一点东西。对，太谦虚了，太谦虚。好的，谢谢，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越来越优秀的小鬼。
也期待他跟胡彦斌老师还有。